哎，各位大家好，啊，又系我搞震生。咁啊，今日咧系呢度时间嘅1月1日啊，多伦多时间嘅下昼，大约就嚟1点啊。咁咧，今日带人嚟，大家嚟呢个地方，就系叫做 Main Street Greenville 嘅 Main Street。咁啊，因为 lockdown 啊，19嘅关系。COVID-19 嘅關係就大落單，就冇地方去，咁啊啲人咧就喺呢度行啦。呢條街又古色街，過咗100年歷史噶啦，就即係將個活化變做好多少少購物區、小店咁。啊，而家見到呢棟咧新起嘅，翻新起嘅apartment啊。不過一定是要配合呢度環境嚟起，咁啊有 Starbucks， 有酒鋪等等嘅地方。咁好，Alright, Dave, give it to you. Have a good one. Thanks for joining us. Say hi to your gang. 咁啊，好有啲人踩單車，咁因為冇落單冇地去，基本上唐人商場開之外。即係佢入邊話有呢個海味鋪啊嘛，可以當為有醫藥可以開啦。老外商場冇得開嘅。嗱，呢度每間依間嗱1850年起嘅啦，依間屋。咁啊，依啲古跡街，咁啊聖誕嗰陣咧就係好靚嘅，啲燈飾到夜晚嗱。Dairy Queen 就知名嘅雪糕店。嗯，一間又一間，而呢條街咧，其實有好多 Pokemon Go Stop 嘅，好多人咧就嚟 Pokemon Go 玩。呢間就係啲鋪貼，因為19唔開，執咗噶啦。呢度都有咧。咁啊，睇下一家大細行嚟行去係有嘅。咁啊，前边啊，酒吧系唔准开嘅，所以唔使谂。啊，咁啊，但系仍然都有人行嘅，因为好咁冇地行啊，屈咗喺度太耐，成个圣诞屈咗喺度，系好痛苦嘅。好啦，呢度咧有一间新开嘅唐人街，叫96号小吃。9号小院啊，呢间嘢就好不幸，佢先嗰轮开门咧系俾人告嘅，防疫令限聚令，收咗告票，咁啊，结果而家索性闩，十分之麻烦。好啦，嗱，对面咧有间咖啡铺啊，咁啊，就比较冷清，但系都系有人行噶。啊，幾古色古香噶！呢度夏天咧就會有個風曬街，就開一個 Jazz Festival 嘅，喺7月度。咁啊，甚至係再喺其他夏天嘅時間咧，會有一個小型馬拉松喺度跑嘅。咁啊，我未跑過，我有啲朋友跑過。嗱，呢度有一間啊，依間就係舊嘅。舊嘅消防局，而家咧就變做呢個咖啡館，但係都當然要關門啦。呢度有 grill 啦，好多吧嘅呢個地方。大約喺2004年啊，係啦，係咪咧？總之2000年左右，我喺度睇個波啦。咁啊，即系聚晒啲人喺度睇波，都有一间风情。哦，依度依间都 close， 冇办法啦。依间系一间唐人开嘅，日式蛋糕店都闩门。啊，1月1号好多铺头闩门，
當然啦，咁再加埋放棄嘅你冇辦法。我話係，咁啊，另外喺終於有間鋪頭開咯，咦有劇喎，啊可以等人試下。咁啊，而依度咧，亦都係好多新人喺度拍結婚相嘅聖地，啊依度，啊有啲雪糕店啊等等，好靚嘅。咁1月1號咧，好多人行來行去，純粹係因為冇訂去，寧願出嚟行下，鬆下筋骨。咁啊，好事嚟嘅，好事嚟嘅。啊，我哋都個個都喺度嘔得好耐，好痛苦啊！呢個聖誕。咁啊，希望今年好啦，講到依度，就希望大家今年新年快樂。啊，19快啲過去。到最後俾大家睇下依條街，依一邊望過去依條街係好正嘅。有機會夏天暖啲嗰陣，再帶大家嚟睇下。係，一忘記咗啊！臨尾仲要帶大家去睇多一度啊！就係、是、前邊，唔係依個，依間咧嗱，你見到依間就係印度啊，印度餐館啊。就依個啦，依個涼亭啊，啊有依個聖誕燈飾嘅，啊應該今年咧會有人製依一個叫做 festival 聖誕 festival， 睇下幾大個鐘，好多人喺度演嘢。不過睇到個地咧，嗰啲冰未燒啊，唔可以行過去，跣親就與人無有。俾大家睇下嘅，好啦，咁啊有機會夜晚再大家嚟帶大家嚟睇啦。都係嗰句，希望疫情快退嚇，個個都開開心心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睇。